大家都知道我有很多帅哥兄弟，我妹呢也单身很久了，所以老叫我介绍一个给她认识。这个不爱干净，不行。这个虽然身材好，八块腹肌，但是老打我，不行。这个兄弟嘛，算了，他不配。这个兄弟，他应该会喜欢，就他了。我现在好看吗？他会不喜欢我呀？哎呀，好看好看。哎，他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来吧，不重要。我妹有点害羞，她刚刚还问她今天好不好看呢，你觉得呢？好看，没照片让我看，有点差距，就一点。来吧。我们的心就是那个电机，平面得用腹肌拍。不喜欢我拉粉底，粉底啊！我寻思村呢，请你喝杯饮料。哎，冰冷那个来了，哪个？啊！哎呦，他姨妈，姨妈来了。哎妈啊！请咱喝一杯啊！不是，他还管咱喝不喝冰的呀？这喝哥哥请。我的意思是我生理期来了，肚子痛，喝不了冰的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？治疗术。加点血。没过冷却。哎，别动啊！你眼睛有吗？哎呀，这啥玩意儿？贾云龙！我给你砸上去！空调也挺冷的。哎，这空调是挺冷的呀。哎，你不带外套的吗？赶紧的呀。哦。爱情只会让人变愚蠢。炸！我陪你一起了。不好意思吗？